莫求那远千山走遍，亦要切返去捕捉。定说替你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触，我在置身寂寞路途，才让你会有幸福。中国好声音其实已经去到第三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中国好声音的参赛者的唱法和香港歌手的唱法是有些不同的。其实在国内市场里面的发声系统大部分都是主张利用一些比较喉咙式，即是换句话说比较向下压的感觉，而唱出来是有力沧桑比较摇滚上的一些感觉。无论一些情歌慢的情歌，甚至乎一些节奏感强的感觉，都会用到这种的方法，我们可以叫它做喉声的歌唱技巧。我们今天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怎样可以练到喉声的发声给人的感觉是有些拆的感觉，有力沧桑，而且是不会伤喉咙呢？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字去练习，就是一个 ABCD 的 A 字，即是 A 字。当大家练到 A 字，就必须要做到一样嘢，就是自己本身的基本发声已经是没问题，即是做啱了同埋舒服，是不会唱歌永远都是用了喉咙的力才至好试这个方法。如果不是很容易会伤到声带。A 字的方法，那個、感觉其实个位置就有嘴巴的力啦，然后加声带的力量，各占50%。练好了之后，唱出嚟感觉加啲喉声，令到只歌有啲味道。听说替你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我却那般千山走遍，亦要折返去。